不是正能量，不让砸，不让砸，都流出去了。不让，我觉得天津就是取直销的脱口秀干的。我说到时候演演，我们不能来，不让，我们这么干了。张九南太难了，来天津市渡劫的吧。你俩是把我叫过来，拿我开玩笑是不是？哎，对，这是替你高兴。这个谁还没离过婚？这个一直坚持在小园子演出，你从自身找原因，知道吗？自身怎么？那是我没有流量啊。嗯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我的前妻没。就说他人家现在非常红火啊，德云逗笑社马上就播了，对吧？播了吗？早就播完了，播完了。他们家没网，你离婚的时候让人把电视都抢走了吧？你离婚你要给人电视？别！这两天找词儿的太多了，是吧？你还知道还知道这个是吧？我单身。什么？你单身？你我说你了，你我离开整个的千百年没了。你当你媳妇儿，你是不是谁跟你们都商量好了，找成这玩意儿进来的？真是我前夫。你再说不行，刚才说他特别喜欢你，带着前夫来看你，你说这有这好事？那我也离了吧。好，我给你推荐律师。我们入伙了，快点入伙，快点入伙。爽了没有？快点入伙。够了没有？小心了，这个啊，还得等会儿，还得等会儿。别，您还能站给您了？闭嘴！我们俩要聊会儿呢，是一季的吗？是一季是头九的吗？是，照顾点孙女行吗？你写出俩头九字来，我一挂，你们照顾照顾小子吧。给掌柜人，哎，都需要记住哪几个点呢？对呀，离婚的，离婚的，我这一吊着他，我这心弹到嘴里，你知道吗？完了，看我这一年的主妇吧。人生的最后一关，就连打扮都没有。
没事，这么惨吗？现在？比方说吧，咱们在台上演出，很多热心的观众，没有热心观众，没有，在我眼里就是冷血无情的观众。带着陈叔来看你，不，他们进来时候他们有点，哎，今天看他给八卦的感觉。赶紧走。你进去很好，你先放。大姐，你怎么那么不嫌脏呢？你说热心观众，我说热心观众，别着急，还没你利索呢，你真麻烦。不要喊张姐了啊！我在台上演出的时候就叫张九南。嗯，哎，为什么呀？因为这是我演出时候用的名字。对，张建宇是我的本名。什么时候我要出现在台上叫张建宇呢？那说明我退出了。但是放心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退出德云社。好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背叛师门。好，因为我只会被逐出师门。